你说什么？我为什么戴隐形眼镜？因为等一下要剪片，而且有点来不及，是要戴眼镜。我给你们了我工作的时间，所以只能戴出来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难得的计划，一个朋友要来等不到100年，他在看了企鹅的影片，希望可以跟企鹅见一面，摸到企鹅，带来企鹅去找他。虽然我们两个也不认识，但是这计划就这样子开始了。现在人在台北，要搭高铁去彰化，这趟旅程就开始启程喽。安迪月不用钱啊。彰化站，我是非常难得的离开了台北这个天龙国，那我根本就不去其他县市，除了去宜兰陪我奶奶之外，这里真的是太阳大到一个不可理喻，一定都是今天来的。什么查甫会当娶查甫？什么查甫会当娶查甫？这就已经几月啊，搁这尼啊热。刚刚在台北只有16、17度，现在彰化就22、23度，现在要出站。他是个怪人，那谁不怪？你啊，屁啦！他一开始有说我是怪人，对啊，有人爱吃肉味辣狗，辣味热狗。现在已经进入冬眠期了，他一天要睡12小时。医生说他要多戴口罩，不然空气太脏。可是彰化已经干净了，要不然上来台北。我是个毒国，是不是？天龙毒国。所以现在是什么癌症啊？肝癌转肺，只是肺是在气泡，肺泡。肺泡里面，真的很有乡下的感觉。你开车子的引导杆作用，这是一个素材，你懂吗？拍东西要有个 sense。抱歉，我没有办法成为 YouTuber。来彰化真的是带外套是个白痴的事情，我的天哪！你要不要放车上？好，放车上，放车上。我现在眼睛张不开，太阳晒得我有点累。谁说？不能，自从生病之后有瘦下来。你有做过手术吗？你可以给他看那个啊。不要。他这边，他以为我这边个冰室，开这么大。开很大。超大的。哎、欸，真是冰室哎。嗯。我们来拍一下姐。姐穿的是上流行的上黑垮裤。超绿手机。超绿手机。对，好给大家看看的手机。很好看呐、啊。我也觉得蛮美的，很适合你。但是画龙点睛。来到餐厅喽，我也觉得蛮美的，好美哦，我的天啊！然后就是有没有？那现在还在上班吗？还好，没休息。我觉得压力大也是不好，那个副作用很强的睡意。然后他说我等他开始工作，我那边。你还有觉得你吃了药之后身体哪里有变化吗？还好，目前。目前还好，想睡觉，很想睡觉。因为吃药的关系吗？我不是说他开了吗啡给我，因为一般止痛药没有吗啡比较强，而且有些人吃吗啡会极度的身体不适，然后会头晕，会想吐啦。吗啡有些是手术完就躺病床可以用按的，因为按不是要照顾这些人。你看起来好笨哦，我天哪！跟你说我本来就长笨笨的，看来就很笨啊。会聊天啊，你看一看，他都有那种美少女的生气，会不聊天啊？放了3、4下才会结束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先走了，我要搭车了，我要先离开了，我不录了，我要回家拿大了。徐乃麟，我那么爱生气是巫术徐乃麟。现在要陪我们的朋友去走村，可能要去八卦山吧，因为我都没去过。两个天龙国的人，这里还有天空步道。我们这里真的是一览无遗的感觉，心旷神怡。哦，我刚双压哎，我觉得这很漂亮。今天这趟是个很有意义的一趟车，因为我自己就能砍动，所以说我又陪奶奶陪狮子，所以他的感受我能理解。既然他都请他朋友跟我说，我下来彰化可以陪他，希望我这个小小的举动可以让他开心一点。也不要再这么的负面，因为病人就是需要很多的正能量啊，要很开心的，不要想东想西。
然后今天这个影片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尽管医生只有说剩下几天，我都还是觉得是参考用的，因为医生毕竟不是占卜师，可是只要你好好的努力活下去，然后运动啊，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等等，我们这些人绝对不能倒下，给病患努力，我们一定要给他最大的最有能量的一个支柱。所以今天下来我其实蛮开心，希望可以帮助一个人是一个人。看着影片的朋友，说不定你也有朋友是遇到这些病痛啊等等的，我们都应该要好好努力给他们加油打气。然后这支影片我也不打算开启，希望大家一起加油打气，晚点就要回台北咯。对，今天又有这个八卦山的佛寺陪我们，这里真的是西贡神野，我觉得适合带朋友来走走看看，还有可爱的小风车。好了，拜拜。